俺终于弃料啊，会当开始来休。欢迎收看水电爸爸。大家我客来啊。好，爸。还有观众朋友私讯来问讲，伊的电话想要开关关开啊，佮会微亮。俺今仔个来讲下到底是怎。好啊，这只是由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赞助。太平洋电线电缆是台湾电线电缆业领导品牌，70年的技术经验，坚持守护国人居家用电的安全和品质。啊，要看进程，会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铃铛 ，Let's go！ 王爸，俺这届为着要模拟迄开关关起，电火个微量的状况，俺那试过啊种牌子，俺找足侪物件。你看哦，咱今要试迄有较特殊的状况的电火铺啊，啊，着咱准备遮侪物件。啊，先试较好，再来介绍，大家知影你看。试一大堆，拢试无迄种状况，啊，一般的人嘛是安怎拄着迄种状况的？可能若去迄个某金行买啦，啊是讲去淘宝买转来看迄个状况无？啊无，咱超工安尼找，干那电火铺啊找几下牌子安尼来试，拢试无迄个状况。哦，要介绍大家知影嘛是遐足用心的，啊无真正。找无迄个问题，电力簿啊，等候大家知。后砍灯啊，后 LED 灯泡啊，有迄细粒的啊，拢总一直甲试，试甲进拄啊有一个结果。咱试足久，就大概知影有几种状况的安尼。咱进就先来看一下微量是啥物情形。对啊，咱就试了再看。好吧，咱即马先来模拟微量的状况。好啊，来，我这电力簿啊 ，LED 灯泡我先甲收起哩。啊，这个电要开一下，我把电火切落去。哇，足明显的，现在可以看到电火簿有流在倒，其实这也未切的，方便你切落大家看一下。好啊，来，我切落大家看看。安尼较有倒啦，安尼较是开关咱有开啊，伊较倒起安尼啊。嗯，啊若开关佫关起，来我佫关互大家看。啊，我都全部关花去。哎呀，你有看，这规个拢无法度通啊关花去。啊，你用红色的试看嘛，较明显。来，我这个甲转起来。呵呵呵，天生起就咧倒啊有无？来啊，咱佫来开灯，互大家看嘛哦。来，我切落。好安尼，安就是有开灯的情形啦。啊，我过来甲关起，搁看一下，切袂好的情形就是安尼。那即马说普通的 LED 灯泡，啊，说起搁咧光啊无？对，我光光安尼。微亮。啊，你搁开看麦。来，我来开予大家看麦。哦，这个会真正有光的状况。咱切来开落去，较有安尼。我过来甲切落花，咱搁看伊微亮状况。这阿伯啊，唔知影讲啊，阮家电话歹，安那关着关袂好。画面看起来像迄是顶悬的电话球光的，你即马甲有啊准落灵的。来，我电话簿啊准落灵。嗯，可以啊。这就是完全花期的状况啦。按甲我微量的情形看了啊，经过按阿伯翕进前的测试，发现伊这用100亿的电和220的电，佮有无同款的情形？按个先来讲100亿的电。咱从100亿的电，咱家庭用电吼，咱来解说一下。阮电也拄到的情形，就是讲较早咱用传统型的车啦，啊 LED 导的拢无代志，伊嘛袂去微量。主角就讲啊，即卖有新型的车啦，想做甲换一个，啊我来甲换国际。白啦，啊是讲普通的荧光的，换落去了后，主家就甲我骂啊，我这头家啊，你到这车也是歹的，啊无开我电器煞切袂好啊，吼啊，迄就是因为换过这大切片的这荧光的了后，较造成这个状况，啊所以今仔咱就是来看，看是安怎这个荧光了后会开电来服伊。我真专工哦，将一个车来甲拆开，互大家看，你也看，这样看到遮侪零件，中啊这地的时，这就是夜光的光亮来，我报恁看，车来。切落来时，咱会看到咱光光就靠这粒在倒的。像咱拄好看到，这个电火伊的微光，就是因为咱的车内内底吼，这个电火回电倒转来。啊，因为过去的 LED 伊在生产过程吼，可能有欠什么零件在内底，所以咱也经过大切片的荧光过，伊拢会微亮。若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较早阮拢用电阻来用啦。但是今麦吼，有人就会甲恁建议讲用国际牌的电容器来用，啊是用迄个回流。
器内容，安尼就能改善这个问题。佫有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电话簿啊，咱直接甲外较大品牌啊较新版的，伊就袂佫即个微光出来啊。啊，还佫有另外一个方式，无就切那个换做传统型的，伊就安那袂微光啊。只要无荧光的功能，伊个电话簿啊就袂微亮。嘿啊，你无经过即个荧光，伊个电话簿啊就袂讲有花电的情形，互伊微亮。好吧，安尼帮我一百亿的总共看了啊，还佫有一种总共是拄到220的电的安怎？安怎样来看220的总共是安怎？好啊，啊，先我介绍一下，咱再来看。啊，我即马电一电，甲换做二啊二的，我来让大家看卖啊一下。来，我把电话关开。看卖。220吼。嗯。那啊，咱来甲开电看一下总共，开啊，大家看一下。你已经有开吗？哪更？我今无开灯就只光啊！我开看卖，来我切落去。哎，你个关开，微量的状况比他个个严重。哎呀，你啊，你个煞比摆个较严重啦！啊，咱个去别个电话铺啊看卖。咱超工找到以前生产的 LED 灯泡，我存落去啊，试予大家看。哦，今无开灯是袂。哎，无微量。来，我开落去。啊！还切落花，电话簿啊开始意思，一直是一直是安尼，或者是较早生产的，啊，咱即马甲用起来，佮用即马较新版的，就要试看嘛。伊共公司新版的，看会安怎？好来，外观看下拢共款，共款，共公司的。来，共款叫开有刀哦，嗯，有刀啊，佮切落花。安尼就袂啊，伊就袂意思啊。系啊，啊因为伊有改良过啊，所以伊就无阁微弱电流，阁当一直试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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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甲我试个状况就是旧版个，佮同款拢会安尼意思，新版个就拢无种状况啊。系啊，啊因为新版个应该公司拢有改良过啊，就无即个状况啊。咱试足侪无共公司做个，拢同款是安尼。试足侪啊。啊，过咱佮试砍灯看。咱佮来看一下砍灯个，即电视变落来。我正甲砍灯搭好啊，我来送灯头，大家看下会变安怎？来开，哈哈，咱来开看卖，叫我切掉。哎，嘛是同款意思。哈，嘛是同款意思，这就是较古版的啦，那较新版的就袂安尼啊啦。哎，试另外一个试看卖。好啊，来我搁试白组试看卖，电啊先搁关起来。我正搭好啊，我同款送灯一个，那我开予大家看一下。还袂开就咧试啊！还袂开就开始试啊！来，你看麦，这就是你啊，你的状况，伊就是安尼。咱今过来用新版的试看麦啊，看会安尼袂？啊，今麦咱新版的砍灯搭好啊，我赶快送电来，大家看，电送起去啊！来，我切落看麦，有咧倒啊！来，我切落花。伊袂闪烁啊，有无？我咧试。嘿啊，这着试咧，伊一定改良过啊。啊，像他拄仔迄旧版的时，咱若有呾电甲切着，我伊着遐试个试个试，迄种找足久甲找有诶。咱机啊机个电试了啊，哎，咱看到电话一开始接话个时阵，伊含一般个同款拢无问题。但是你若一开开，佮关开了后，就开始意识意识啊，开始闪烁啊。啊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啊，这可能就是无看咱进前特殊开关个影片，所以就会像安尼生啊。咱若要看遐影片，我会甲连结跟咱资讯栏，那个有右上角个、左上角个迄种迄落右上角、左上角迄叫啥？反正个坑人遐个。还有一个方式，若要甲改变的时吼，啊，要让伊袂安尼闪烁吼，可能咱着来买较大品牌啦，卖买一挂迄个名叫袂出来的物件来咧用，安尼我来用解决这个问题啦。咱着迄项名都叫袂出来，迄款物件倒来着常常像类似这个状况来发生。品质就较无啊稳定啊。嘿啊，像即摆大家看到吼，我有法度摕到这个物件吼，迄试会出来这个问题。吼，而且用心计较，迄仓库一直晓晓看迄旧的无，搁走去材料行。去甲腰鼓动出来，拄仔有遐有几粒啊，拄仔用个试出即个状况的物件。你材料行共讲，我要库存的物件。我甲讲，我要电话切袂坏，电话簿啊。头家拢傻眼。头家讲，靠，伊都切袂坏，今日我袂想啊，你用退袂。才有人专门要找以前的物件。所以伊讲嫌话，你家嫌啦。我转走嫌伊咧库存了两三间，啊，甲拄仔找着即几粒啊来试哦，大家看啊，无。
拟一个实际的状况，让大家更加了解。啊，嘛到足侪电话簿啊，拢无这种情形的，真正是敢若几粒月才会发生这种状况。这足好，你敢到会着呢？啊，这个影片就到这，拜拜，再见。咱用足侪时间呢，就透早午甲下晡午甲正过暗嘛，安尼家己遐试试一波，甲试会出来。无迄种古板的。我找几啊天呢？找个一两礼拜，甲找有遐呢，啊无真了呢。添甲共讲要卖七卖花，人讲你痟的。